幼虫小技，什么？李神风，你在干什么？这种时候还不用全力，废物！石通爪，幻影无形！哼，就这也叫幻影无形？ 堂堂长老，就这点修为，这前程怎么可能这么强？不愧是擂台赛冠军，华天都败给他，实属不冤。全叔，是那李神风自己大意了，以为是五阶五宗就无敌了，哼，可笑。不行，此子必须得出，否则的话，要不了多久。 恐怕连我都治不了他了。小子，难怪你底气这么强。不过，凭这些就以为自己无敌了？哼！堂堂五阶后期武宗。 难道就只会欺负弱小吗？既然知道我的修为，还不跪下认错？星辰，若是你愿臣服我流仙宗，或许老夫可以答应留你们一条生路。哼，秘籍还在此人身上，先得到古难度的传承后，再杀死这小子。 到时整个大齐之人都得死！臣服你流仙宗，<笑>你流仙宗举宗之力培养出来的天骄都这么垃圾，我若加入，怕是一辈子都毁。老头，你脸皮可比你修为厚多了！臭小子，你这是找死！啊！ 小子，你现在答应我的要求还来得及，否则等你被那流仙宗的人抓住，再想让我出手，恐怕就难了。哼，就凭这可权也想拿下我，你想太多了。什么东西？不愧是古南都流仙的力量。 果然强悍！臭小子，我就杀了你！杀我？我看你怎么杀我！啊！ 葛长老，堂堂流仙宗葛轩长老竟然背着秦尘吊着他，这是见鬼了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妖法！这小子会用妖法！啊！